我是 Lisa 老师，你好。我很好，谢谢。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，大家先来复习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数字，数字。先跟老师来复诵一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们再说一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现在小朋友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跳舞吧。小朋友一起来跟老师动一动。
说一次，嘴巴。好，我们今天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教的器官，这是什么？眼睛，眼睛。这是什么？耳朵。这是什么？鼻子，鼻子。这是什么？嘴巴，嘴巴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